诸位同学，请看《如来名号品》的第二大段，勤奋。这里面分两段，先举人表念。十住菩萨做事思维，这个一小段呢，就这两句。清凉大师在科判里面说得相当详细，这是正邪问断。总共呢有50句，50句里头问只有40句，问但40了，以第20句是说义故。此40问往第一会有同有异。这个第一会在如来现象品，初会也是有6品经，一共有11卷，我们读过了。在第二品现象品里面，世主提了40个问题，这40个问题跟此地讲的有同有异，后20句呢全同，前20句大同小异。换一句话说，这个40句跟前面所问的差不多。说又复前后不同，这是讲次第上有些不一样。初10句即前第30海。前会总说所观深广啊，第一会里面所说的、所问的，是贯穿全经啊，所以说总说所观的深广。此则别说如来一阵。这是说清楚这个这一会跟前一会不相同的地方啊，这一会要别说如来一阵啊，所以清凉大师在科判里面讲呢，如来名号品啊是说如来正报以及实性法门，这一品经里面讲这2桩事情啊。这一会有6品经，前面3品是讲如来正报，后面3品是讲实性以前会为总故啊，此会别行性所依故。这一句话很重要啊，我们生其信心，这个信心怎么生起来的？以什么生起来的呢？
以如来正报因果啊。啊，这个是净因缘啊。缘的因缘呢，是前面第一回，是依啊依凭如来依报因果。如来依正因果，我们都看到了，都明白了，信心从这个地方生起来的，这不是迷信的。啊，这个信仰有理论根据，有事实根据，啊，现代人讲科学精神，啊，佛法里面讲信心，确确实实符合科学的精神呐，啊。前会戒之海也。一切都讲海呀，深广无际呀。啊，这一瓶经里面呢，都讲差了。第二十句，前明菩萨摄海，此列诸等行为也。这个是前后不同的地方，前通诸会总显圆融行部因故啊，啊，行部是次第，啊，圆融是没有次第。华严经里面为我们显示，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啊，总显示出四世无碍的境界呀！啊，此曰常分呐，于显差别因之相故。啊，什么差别因呢？实性。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差别因呐，啊，差别因果啊，后面二十句虽则全同，用意还是不一样，前面是总说。这个地方是别说啊，又前界所信，今变所成啊。前第一回讲的，我们所信的啊，这个第二回，第二回要变所成。真干了，你看这个味道不相同啊！啊，前面就听说，哎呀，说了真欢喜，啊，心发起来了，发起来之后要真修啊，要真干呐！啊，于心所现成就啊！体无一物啊！啊，所现所成，体无一物，这八个字很重要。皆不离法性呐！啊，不离法界，不离法性呐，不离自性呐。
所以文具全通。若为若异，亦可分散。那从义理上来说，单就义理上来讲呢，他分三点来给我们说明。第一，为初识句，问佛，佛得应机无方大用，便因所依果。这到了底下这个经文，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十句，问佛得了。佛有大智、大德、大能，所以能够辨应法界一切机，众生有感了，佛就有应了。无量的众生同时感，佛有能力同时应。这个印里面最不可思议的现身，佛能同时现无量无边身。个个不相爱啊，这是大德大能啊，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的啊，经上告诉我们，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啊，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辈往生的，都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他就有能力无论在什么时候，他能够化无量无边身，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去拜佛去供佛。供佛是修佛报啊，听佛讲经说法了，开智慧呀。一时他一时所学到的，要我们凡夫来说，无量劫都学不到，人家一时学到了，为什么他能分身？所以，成就道义，你不到极乐世界去，你到哪里去啊？极乐世界这个道场，这个修学环境，一切诸佛都赞叹呐。
释迦牟尼佛是代表一切诸佛如来，在无量寿经上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是赞叹到极处啊！佛佛虽然道同啊，大家总是讲阿弥陀第一了，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了。修净土的人没有真正发心想往生极乐世界，这什么原因呢？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并不是真正了解，对于一切诸佛的介绍推崇也没有真正的认识。换一句话说，依旧是半信半疑啊，对这个世界贪念呐，是对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向往的心总是生不起来。道理在此地。那么在这个经里面，这个前面这十句他的教学宗旨就是要给我们辨明因所依果，这个因是信心的信心所依的，如来的三业，明浩平是讲深意，四地平是讲佛的语意。光明觉品啊，是讲佛的意义珍宝啊，身与意义。这个三品经啊，我们这信心所依的果。四十句问菩萨行为即果所成因，菩萨行为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这都是果报五十个果报，果必有因。什么样的因修成的果报，不能不知道这里要给我们细说总的纲领。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这是行门里头的总纲领啊，总的因行啊，要真明了，要真干呐！后面二十句，佛果深得，行因所成果。
啊，如来果地上的。大师后面几句话说得很好，是则以佛为缘而起于因，还以此因而成于果，是此分之大义啊。这是一分的大义，就是第二大单元的大义啊。修因起果生解分呐。这个里面总共有31品，41卷经，啊，讲什么呢？舍心、舍住、舍行、舍回向、舍地等觉，51个位次。啊，在这一个大单元里头细说啊，50个因呢，50个果啊，总共呢100个因果。知道果，我们得修因，这个心呢才能发得起来。啊，果是我们向往的，我们希望啊证得。啊，证的前面要行，行的前面要解，解的前面要信。信解行证，这个次序不能颠倒啊！啊，所以首先我们看毗卢遮那佛一真庄严，启发我们的信心呐。我们的信心从这个地方建立的啊。在这一品经里面特别给我们说明，我们自己的发心跟毗卢遮那佛的发心，跟设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发心，无二无别。啊，等我们自己修行正果了，跟一切诸佛没有先后。这个信心难。太难太难了。啊，后面大师引用的论的这上几句话来说，故论云，多闻熏习，无不从此发生流，无不还证此发生，即其意也。啊，这是用这几句来说明这一个大单元的大意。多闻熏习重要啊，
可是什么时候多闻熏心呢？是心心满，入了初住了啊，这个时候才多闻修习，光学多闻呐，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住，在摄性位里面，不能离开老师啊，文殊菩萨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摄性位啊，摄性没有位啊，摄性是摄住的粗住的前方便，等于我们读书一样，预科不是正科生啊。啊，在中国大学里面的先修班啊，民国初年叫预科啊，预备进入正科班的啊，摄性是这个位置啊，多闻熏习，这是从入住以后啊，像我们在幕后这一品法界品里头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参就是多闻熏习啊，闻的是什么，习的是什么，无不从此发生流啊，除是这个十性位不算，四十一位发生大事有因有果啊，啊，因果是什么呢？没有离开发生呢，佛菩萨的教诲是从法身流的诸菩萨所证还证此法身，因果不二啊，信修不二啊，啊，下面进去文艺巨变呢，大分为二，啊，这分为两个段落，初十句这二疑问，后三十句引列请问啊，意不以前，前是初会啊，现在我们看这个第一段啊，直而疑问，请看经文，若世尊见明我等，这个见呢应该念现，跟现在的现呢是一个意思
啊，现前的现，愿随所要。这一句，清凉大师也把它分成一段，这一段是总行情意，啊，这一段是请法了，啊，请法的意思何在呢？这说出来了。如果世尊明念我们，我们心里头有问题，有疑问，啊，愿随所要，啊，下面呢，这就提出问题了，开始求世尊为我们开示啊。第一个是佛刹，第二个是佛柱，第三个是佛刹庄严，第四个是佛法性，第五个是佛刹清净，第六个是佛所说法，第七个是佛刹体性，第八个是佛威德，第九个是佛刹成就，第十个是佛大菩提，十句。跟前面如来现象品里面四十个大问相同啊，啊，我们看清凉大师的注解，十句一正。见闻者，啊，什么叫见闻呢？见格，正报应机，必以刹故；一表一正无碍故，就是说他的一正为什么要错开来？啊，你比如说，佛刹是一报，佛柱啊是正报。佛刹庄严是依报，佛法性是正报，所以在这个里面，这十句啊，一三五七九是依报，啊，二四六八十是正报，啊，它是见错开来的。这个依报的五句，清凉大师这里注解，他是注得很详细，但是我们读的是摘要，啊，摘要便于初学，啊，摘要的露出来。让我们很容易理解，啊，所以无惧依报者，第一个是刹类，佛刹了是讲刹类呀。第二呢是讲庄严，这个第二是第三句，啊，佛刹庄严。
第三呢，是要讲清净，清净是第五句，佛刹清净。第四是体性，体性是第七句，佛刹体性。第五是成就，是第九句，佛刹成就。它是错开的。那么上午寄请二海啊，这个请就是世界成就啊，不是世界成就品，是那个如来现象品里面讲的啊，讲的世界海众生海啊，这医报里头所讲的啊，广如四无二品，第四品世界成就品，第五品华藏世界品，那说得详细了这是我们前面读过的。其佛住等五句这就是偶句凡是成双的二四六八十这个五句正报大用第一句，第一句就是第二句，佛住。清凉大师说，佛身遍住住刹了，佛心常住大悲。佛住在哪里？金刚经上说得好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佛在哪里？无处不在呀。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你看看世界无量无边，虚空无量无边。什么地方有感，佛哪里有应？佛的应身无量无边，等众生界所以佛住在哪里？佛身遍处住刹了哪里没有佛呢？佛是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不但现有情众生身。我们在普门品里面读到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那个完全现的是有情身跟诸位说还现无情身他能够现变现山河大地，能变现花草树木没有一样东西它不现它现这些相做什么呢？帮助众生觉悟身住心呢？佛心常住大悲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佛心《齐心论》上讲的
直心、身心、大悲心。直心是体，身心是自受用，大悲心是他受用。啊，佛身遍诸诸刹了，一切诸佛刹土，大悲心呐、啊。无住身心，无住就是一切住，身心就是生大慈悲心呐。这是我们要学的啊！所以大乘教里面，佛劝我们发菩提心。菩提心是大乘教的基础，没有菩提心就不是大乘教啊。净土是大乘教啊，啊，往生净土的人要不发菩提心呢，不能往生的。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原因就是他虽然念佛啊，二六十中佛号不间断，他没发大悲心。无量寿经，三辈往生，往生正因，诸位细细去读读。上中下三辈，通通都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都有这一句啊，这一句非常重要啊。啊，说老实话，发菩提心，比一向专念还要重要。啊，为什么？三辈往生末后一段，不是专修净土的，是学习住大乘法的。啊，他有菩提心。虽然学的是其他的法门、其他的经教，他临命终时。如果发心想求生净土，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不是很清楚、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菩提心是佛心呐。菩提心是我们的真心呐。啊，《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名称跟那个马明菩萨起心论说的不一样啊，经论合起来看好懂啊，经上讲的这佛说的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菩提心呐、啊。所以我们懂得了马明菩萨讲的直心就是至诚，真诚到基础啊！啊，菩萨想做佛，怎么能以虚情假意对一切众生？这怎么能成功呢？因地心跟果地就不相应嘛，由此可知，大悲心重要啊。
啊，菩提心重要，不能不发了。我为方便起见，希望大家一看就能够了解。我把菩提心说了十个字：真诚。真诚是菩提心的体，就是至诚，就是至心。根本的根本呢？啊，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这是身心自受用，对自己、啊、慈悲心对众生，啊，对一切人事物，大慈大悲呀、啊。啊，这三心是一个心。有体有用，啊，体有两个啊，这个用有两个，一个自受用，一个他受用。怎么能不发心呢？啊，心为什么发不起来呢？你的沉浸不够啊。对一切人事物啊，诚意不足，所以你的心不清净，你的心不平等，你是迷而不觉。啊，你还是自私自利，那么这样下去就要晓得了，依旧还搞生死轮回啊，要想这一生脱离生死，永脱轮回，圆成佛道，你要不把你的心啊起心动念把它转成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的希望就落空了，你出不了三界，你还是搞六道轮回啊。所以这个心不能不发，非常重要。啊，唯有菩提心发了之后，才能够渐渐的契入境界，啊，佛菩萨的境界，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一切诸佛都念佛，念佛是成佛的捷径啊！啊，你要问为什么？《大乘经》上佛常想，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想佛，不就成佛了吗？啊，你想菩萨，你就成菩萨。天天想的贪而无厌，将来都卧轨道。鬼贪心重啊！啊，天天贪这个贪那个，这是鬼道啊！啊，天天看这个人也不顺眼，看那个事也不顺眼，成慧地狱道。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你想什么？境界就变成什么啊？所以念佛成佛了啊！释迦牟尼佛也是念佛成佛了
他在《弥陀经》上讲的，啊，这是说佛住，啊，我们这个身怎么安住，心怎么安住，啊，今天在这个地方，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地方不是久居之地，啊，你要是久居之地呢，贪念这个地方呢，将来你出不了六道轮回，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呢？啊，这个地方是个道场，啊，这个道场没有婚配呀，那你将来不肯离开这个地方，大概我们这个道场呢，有老鼠，有蟑螂，有蚂蚁，有苍蝇，那你就投胎，就投这个胎了，啊，围这个道场不肯离开呀，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要不然的时候呢，就变成卧轨道，那鬼他也守在这个道场，啊，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我听说有人啊，好像是曾经遇到过啊。啊，这个道场以前是基督教，啊，还有一些神父，他们留念这个道场，没有离开呀。啊，我们进驻的时候，他很不高兴啊，你们来干什么？不欢迎呢，啊，我还听他们讲，我们跟净空法师来的，啊，这些鬼说的时候，净空法师来可以，你们来干什么？啊，他对我还比较好一点，我们给他超度，啊，给他供牌位，这样他也欢喜，安定下来了。啊，你们要贪念这个道场呢，那将来做鬼的时候跟这些一样都不肯去。啊，要常住这个地方不可以，要学佛身遍住住场。啊，身无住啊。心住大慈大悲呀，这就对了。啊，那么身要住的是，啊，身住善巧方便。啊，佛家常讲吗？慈悲为本呢，方便为门。这两句话重要啊！啊，方便是什么呢？方便是随机应化。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应，那就是方便。随众生心。现种种相啊，随众生的根基说种种法了，这都是善巧方便啊，方便法才能普度一切众生，方便是厚德智啊，厚德智依根本智，所以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是求根本智，光学多闻
是成就后得智，就是成就善巧方便。啊，善巧方便不是自受用，他受用啊。念念都是利益众生的，念念成就众生的，这是佛菩萨。现在时间到了，今天就讲到此地。